一直都没有人来，昨天晚上发现里面有火光，我就觉得挺奇怪的。你们前段时间说发现有陌生人，赶紧报信儿，我这不就把你们赶紧带来了吗？嘿嘿，您进去看看。我一个人啊？怎么着？少废话！秦门大路，快点，快点！醒了，你以为我想醒啊？我不想睡觉，你啊！我这正做梦跟黑蛋三元吃鸡呢，酒都上来了。这一声给我喊醒了，让我再睡会儿啊！我把酒喝了。别睡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再说我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？你轻点啊！我弄疼你了，对不起啊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坝头镇外西面，一个破庙里，我怕暴露，就没敢带你进村子。小豹子，豹子死了。
小八子死了，！听说部队往西边突围了，出去就好，都怪我，我当时心里只想救小八子，我当时如果能够再想想，能跟郭子再商量商量，也许现在就……连长，都过去了，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尽快和队伍取得联系。对，咱们得赶紧走。刚才瞧一下，鬼子很有可能就快过来了。来，我扶你起来，把他的枪拿走，再搜搜他们身上，看有没有钱什么的。